安聪，要上学啦。怎么样？起床了，宝贝，自己穿衣服。你要先穿是不是？啊，先给爸穿。快点。妈妈。哎，今天奶奶这不在家，由妈妈送你们去学校，快点。要回家呀。啊，妈妈下午就去接你，好不好？学校有游乐场。然后还有鸡蛋吃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先穿好衣服，好不好？冷嘞。他昨天晚上也说要回家，不知道是回哪个家。他的意思就是不想去学校，然后可能还没适应吧。不能表扬他，现在还说他比大宝乖一点。第一天还表现蛮好的哦。嗯。妈妈。哎，妈妈在这里。哎，爸长大了，哎，爸哭。快点，怎么样？赶紧的。等一下，你老师打电话过来了。是这双鞋子哦。妈妈，我早点起来学会自己穿衣服，真的。妈妈，我呀。我不要吃早餐。你不要吃早餐，你想要肚子是吗？现在已经到学校了，快走！走了，仔仔，早上好。走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，你早上好。快点去坐好啊！现在宝贝们已经到学校了，现在准备回家。走。